酷又作，反派角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醋，一个又酷又作又可爱的反派角色。今天的你有没有喜欢我多一点点呀？有的话，可以把也喜欢打在公屏上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想拍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，那就是1.6米女生的世界，请欣赏。我家里面有好几个这样子的小板凳，除了可以换鞋以外，你们猜一猜还有什么功能？当然是用来增高的啦，因为平时家里面有些东西我够不着，然后这个小凳子就能帮到我。你脚呢？希望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哦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你干嘛啊？站直。哎，这个很危险的。你看见没？这个跟你没关系。你再试一下。再，看到没？你再试一下。有关系，还说没关系？